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已过天命之年的顾炎武，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他说，做学问要博学于文，不仅要推本求源，还要结合实际以求实用。做人要行己有耻，要以有廉耻之心行忠孝节义之事，这既是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一生行止的高度概括。昆山千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闻名遐迩的昆曲故乡。明朝万历41年1613年，顾炎武诞生在这里。顾炎武一出生就被过继给叔祖父顾少福为孙，顾少福的儿子很早过世，他的未婚妻王氏自愿到顾家守节，因此顾炎武称王氏为四母。王氏来自常熟的一户读书人家，他不仅是守贞的节妇，也以孝道和贤德闻名乡里。尽管顾家家境富裕，王氏仍以纺纱织布度日，对顾炎武视如己出。顾炎武6岁时，王氏就教他诵读儒家经典《大学》，为他讲述历史上忠臣烈女的故事。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明朝宁静的江南小镇，年幼的顾炎武依偎着纺织的母亲，朗朗的读书声和织机的冥想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场景温馨感人。很多年后，顾炎武仍为之动容。他说，文思欲下留宗器，执卷方知孟母慈。这样的感念伴随了他一生。苏州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制作精美的明代笔洗，笔洗的主人是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并延续了一生友谊的龟庄。龟庄和顾炎武同年出生，又是同乡，两人志趣超拔，被人们称为龟奇古怪。龟是龟章，顾是顾炎武，龟奇古怪说明这两个人有独特的个性。那么这种个性呢，不为流俗所容，也就当时的流俗一般是读书人就是要好好念书，然后考科举做官。这个和龟庄去考科举，参加科举考试，有记载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来写那个科举文章。1629年，顾炎武17岁那年，一个叫张溥的太仓人拓宽了他的眼界和思想。就在这一年，张溥等人成立了后来名满天下的赋社，顾炎武与龟庄一起加入了赋社。赋社承续东林，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匡扶正义的气节
影响了两人此后的人生。喜为古文辞，以怪著称的顾炎武无疑是难于适应寻章摘句式的科举考试的。他从14岁考取秀才以后，13年间多次乡试落地，到27岁时，有感于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顾炎武彻底放弃了科考，开始退而读书。这一年是1639年，崇祯12年，明王朝风雨飘摇，已改国号为清的皇太极攻陷了山东16座城池。在西北方向，李自成尽管被朝廷打得只剩下50人，但仅用了数月时间，就再次聚集了数万名起义民众。在边患和民变的交相攻击下，明王朝的国运已如风中残烛。顾炎武说：“感四国之多余，耻今生之寡数。”身处剧烈动荡的时代，清醒认识到明王朝统治的腐朽，顾炎武开始致力于对社会积弊的猛烈鞭挞。这一年，顾炎武着手编纂《天下郡国立并书》和《诏狱制》，针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等严重社会问题，他遍览21史和《天下郡县志》等，留心记录，详加梳理，希望借此探寻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明末心学泛滥，读书人空谈心性，顾炎武对此深恶痛绝。他提倡为学要重拾致用，要努力钻研儒家经典的原意，并以之经世济民。这样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成就了一代大儒，也深刻影响了他身后的学人学风。他有一个比喻，他说就像你金人铸钱呐、就是造铜钱呐、这个古人是这个开山采铜，开山采铜从山里面把矿石挖出来去铸钱。说金人是怎么呢？金人的话，那就是把旧铜钱收过来再翻造一下。他说你看哪个有意义？那当然就是应该去这个开山采铜了。所以他读了大量的经典原著，这个阅读面是非常非常广，而且是非常的刻苦认真，这成就了他的一生的学问。1644年，这是顾炎武所说的天崩地彻的时代，血色笼罩下的紫禁城一年内3亿其主，崇祯帝殉国，李自成匆匆登基后，第二天就仓皇而去。紫禁城的新主人满族统治者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征伐。也是在这一年，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此后，明朝皇族相继在南方建立政权抗清，前后延续了18年的南明政权，就像是明王朝一生长长的叹息。1644年年底，弘光政权授予顾炎武兵部主事的职务，从此一介书生投笔从戎。顾炎武说：“从军无限乐，早赋仲宣诗。”他写下了4篇著名的策论，《军制论》议军制改革，《形势论》讲用兵之法，《田工论》和《钱法论》论农业和财政问题。这4篇策论都延续并发展了顾炎武改革社会积弊的思想。在《郡县论》中，他甚至指出，明朝衰亡局面的形成，症结在于其专在上。
其锋芒所指，以触及君主专制制度本身。1645年，清兵剑指南方，弘光政权旋即瓦解。从这一年开始，江南的抗清斗争延续了十多年，以复社成员为代表的江南士人为之杀身成人，在苏州地区、吴江、昆山等地相继起义，顾炎武和归庄都身列其中。史书记载，当时苏州义军以白布包头，所以称为白头军。作为军师的顾炎武则手持白羽扇，泛舟于三江五湖，联络各地义军，白羽扇成为他的一个标志。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是他此时最生动的写照。苏州的抗清斗争可歌可泣，清军大兵压境，昆山坚守了21天，失陷后清军屠城3日，昆山50000居民中遇难者达40000多人。四母王氏绝食15天而亡，临终前他告诫顾炎武，一定要牢记先祖遗训，不做一国臣子。四母一生的言传身教令顾炎武刻骨铭心。从1645年开始，顾炎武奔走于江淮吴越之间，以商贾为业，到处结交豪杰之士。随着清朝抵定江南，他的反清斗争开始转入地下。有一则史料记录了顾炎武与抗清志士万寿祺的一次耐人寻味的会面。宁可削发为僧，也不愿剃发改服的万寿祺，对顾炎武一身清朝商人的装束颇为震怒。顾炎武如何解释，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两人很快冰释前嫌。万寿祺很高兴地说，原来顾炎武仍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则故事源于万寿祺本人的一段提拔。一代之际引刀成一块，固然慷慨，内心孤傲的顾炎武却将复国之志深深隐藏。他不仅遵从了剃发令，而且以商人的身份为掩护，混迹于贩夫走卒之间。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屈辱的隐忍和持久的艰难。清廷下了剃发令，有很多的这种有气节的文人就选择了留头啊，这个留发不留头。那顾炎武就是什么呢？选择了留头不留发。他有一首解发诗，他为什么？他认为这个是小节，因为大丈夫志在四方，要成就自己的事业，这个应该不要太注重这个小节。珍藏于南京博物院中的这只鞋，曾见证顾炎武的一段重要人生。历史学家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称为北游著述，以游为引。1657年，顾炎武只身弃家北去，4年间奔波于河北、北京和山东之间。从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起，他的行踪扩至河南、山西和陕西各地，前后历时20多年。颠沛流离的行程与抗清形势的发展，并最终归于无望有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顾炎武反清方式的转变。顾炎武他是借商人的身份，
考察地形啊，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文化反清，意识反清，然后用这个自己的一生呢，来为这个华夏族的兴起是吧，再次复兴啊，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他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著书立说，为后世立也。经历亡国破家之难，改服新朝衣冠的顾炎武痛定思痛，提出了著名的亡国和亡天下之辩。他说，亡国意味着朝代更替，而亡天下则是人伦不存，文明没落。在异族入侵的时候，挽救儒家道德的沦丧，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每个人应负的责任。用他的原话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数百年后，思想家梁启超将这个观点概括为尽人皆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北游的居无定所里，顾炎武始终笃志于经史，发奋著书。他相信，只要爱国心不亡，民族气节不亡，民族的复兴就有希望。他的学识论断也终将付诸行动，迎来治古之隆的盛世。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50多种，计500多卷。《天下郡国立并书》和《诏狱志》是作者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成果，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国情书。因学武书的写作，武艺稿而手书者3，前后超过30年，他被评价为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之作。日之路成书于顾炎武逝世前，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作为顾炎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日之路尤显思想启蒙的光彩。从早年批评社会积弊的原因在于其专在上，发展到日之路里，顾炎武强调要变君主独制为分权重制，以天下之权既知天下之人。这样的民主思想勃发于300多年前，尤显振聋发聩。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说这个某一位帝王或者是独富民贼的天下。应该说这种理念到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放回到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是这个理念还是很先进的啊。因为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提出类似的这种理念，应该还要比他们要晚一些。经过清初10多年的动荡，到康熙年间，清廷一方面仍以残酷的文字狱来打击反清力量，另一方面开始采取怀柔手段，笼络了大批汉族士人。晚年的顾炎武是坚定而孤独的。康熙17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欲征召顾炎武。顾炎武的回答毅然决然：“70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垂暮之年，顾炎武用以死抗争的方式，坚守了一生的信念。什么叫博学鸿儒？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是国学大师，你是院士，最有文最有才能的人，顾炎武都不为之动容啊，始终保持着跟清朝的距离。我可以帮你清朝写明史出谋划策，这
这是我故国的历史，我要负责任，但是我绝对不使你的俸禄来帮你做事，这就是气节。整整40年前，当人们从古井中发现南宋郑思肖的爱国诗抄《新史》时，顾炎武和好友们正血气方刚，《新史》中的文字鼓舞着他们誓死复国。40年后，漂泊在陕西的顾炎武再一次从友人家中读到了《新史》。这时候，曾经的志同道合者或已亡故，或已忘记初衷。捧读《新史》，顾炎武不禁老泪纵横。一身长飘零，四海尽沦虚。4年后，吟诵着这样的绝笔诗，顾炎武溘然长逝。60多年前，在江南温暖的春雨中，这个年仅6岁的孩子开始将童年的快乐浸润在圣贤的文章里。此时，一个延续了200多年的王朝正面临惊天巨变。童年的顾炎武并不知道他将面对怎样坎坷的人生。顾炎武早年奔走国事，著书立说，中年图谋匡复，煎熬于希望和幻灭之中。他矢志复国的决心从未改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呢，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这个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在这个像古代社会、像近代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中呢，他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那么在这个学术发展史上呢，他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这个学术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了。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32岁，他70年的人生其实有一大半是在清朝统治下度过的，他的传记也列在了《清史稿》里。然而，无论是在古人的笔下，还是在后人的想象中，这位杰出的学者、忠贞的爱国者和卓越的思想家，穿戴着的始终是明朝的衣冠。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不言自明，而如果我们靠近前去仔细端详和体会，历史的跌宕，先贤的心迹，仍让人荡气回肠。